又停电了。这样比较有情调。哇，全新落成20坪三房，只要3000万，哇，太离谱了啦！喂，黄国昌，请问一下哦。那个超市没有合约是怎么一回事啊？什么事？查水表。你支持国会改革？你要推新住民基本法？你还想推财化法？你还想推定业法？你就是中共头目人。这跟中共什么关系？我是在落实民进党过去的主张。I am watching you. 中共同路。哎呀，我到底看了什么？请问是台北柯先生吗？对，台北柯先生你好，我这里是老黄标股，想邀请您进入群组一起发大财，只要投资10万就能获利10倍，让你轻松月领100万哦。哦，这样哦，刚好我也是一年没有收入的，请问这样我可以参加吗？台湾原本应该是美丽之岛福尔摩沙，现在却成为许多人口中的诈骗之岛，行人地狱、低薪地狱。我们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和时代一起进步，却在两大党的执政下陷入对立，陷入泥沼，卡在同一个地方停滞不前。我们都很清楚，弥平分裂、重新整理要花力气，要花时间，但是我们也相信，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期待重新整理的 F5 舰。让我们对这片美丽自由的土地抱着希望，一起迈出改变的步伐。这一次，诚挚地邀请大家跟着台湾民众党一起按下心中期待重新整理的 F5， 一起更新台湾，让台湾更新。相信美好台湾会在我们手中实现，谢谢大家。福尔摩沙台湾是一个多元又充满自由和信念的国家，欢迎你和台湾民众党一起聚焦台湾的未来，一起守护台湾的民主自由，一起坚定身为台湾人的信念，一起启动你我心中想让台湾更新的 F5， 一起更新台湾，让台湾更新。